本故事为假人假事改编。从前从前有两个高中欧巴，总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包含儿童不宜的，我不要灯短了，要灯你自己去灯短了。放心，没有画面，因为这是合家观赏的轻松喜剧嘛。但他们却因为一块小小的葱油饼，把葱油饼都吃掉了的，从此骄傲。就连谁先生小孩也要争。我的手，哎，是不是掉头了？一男一女，同年同月同日生。这对青梅竹马 CP 妈急到不行，但有人说上一代的恩怨就该让下一代来背，所以这起风靡全校的小花事件让他们从此撕破脸。更命中注定的是，他们还是对门邻居。这经典的剧情会如何发展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除了整我以外，能不能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？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女人。我不了解你，你了解男人。哎，把话说清楚啊！啊，你等一下好不好 ？Hello，Hello， 慢一点嘛！撞哪里？膝盖啊，痛死了！还能走吗？该可以吧，算你幸运，今天先放你马。我只想听你说，望着你的眼睛，是这样的。你们两个人很奇怪哎，啊，每天这样怼来怼去，然后又互相关心。表现得这么讨厌对方，是因为喜欢彼此？不可能！关俊凯，你看他啦，把他带走。收到，李宇轩，我们走。啊？怎么样？手艺还不错吧？我知道，让我想嫁给你。关俊凯，到底我是你兄弟还是他是你兄弟？当然你是我兄弟啦。他是我闺蜜。来，急什么急啊？是啦，理想只是楚伟的闺蜜而已。男女之间聊什么？这样子，我才不喜欢。像你这样长得帅、优秀又善良的男人不多了。吴佩佩要是到32岁都嫁不出去，我们就结婚。不孤单，不孤单，不孤单。绝对不行！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没有啊。出生装鬼吓人啊！你们超怕鬼！哎，不要讲那个字，不要讲那个字。三个人青梅竹马，从小玩到大。没想到，现在雨轩居然跟那个俊凯……哎，老师，我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，从来没看过他带过任何的女孩子回家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哥，你看我新造型。
你这么上进，爸爸很欣慰。可是你也不要把工作都占满了生活了。你很优秀了，爸爸妈妈对你很满意。我不满意。我李佳音正式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做全新的自己。贾伯斯21岁创立了苹果公司，比尔盖茨19岁创立了微软，我李佳音28岁一事无成，我当然要赶紧加快脚步啊！听起来就像分手了。没错，我跟苏伟哲分手了。俊凯哥，这么久不见，越来越帅喽。你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再往好一点。俊凯哥，你还心想贴心哎，可以把俊凯跟我妹送组队。哎，佳音，我送你上班。哦。佳音，我希望你能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留在我身边好吗？二姐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贝涵。哎呦，回家了，宝贝啊！我的宝贝妹妹终于回家了。我不想回来啊。我说过给你二姐吃啊。吴家公主，你的特殊待遇，为什么总是我在伺候你们呢？因为你是弟弟，我们是姐姐啊。这边的 logo 太大，整体会看起来有一点点俗气，确定要这样改吗？佩涵，佩涵，来，出来拍个照。陈经理，不好意思哦，这是我婆婆啦。开视讯会议啊？对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跟老公婆婆相处的好吗？嗯，都很不错啊。妈，今天这个便当也太好吃了吧？是不是？你有吃出味道哦。好啊，那不是松露炒饭，一言为定啊。你哦，从小最懂事，不需要人操心，但是你什么事都不说，闷在自己心里。没错，我还特别要去 Google 一下。今天是我的，老婆好了，怎么有人来救你了？我们好久没有这样睡在一起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有了老公之后就抛弃你姐姐，多吃一点，不怕胖。来啊，来。再吃一个虾，你的最爱。哦、谢谢妈。我爱的宝贝是他妈。我觉得自己很像一只落队的候鸟，回不到自己的家，也飞不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你该不会吃我妈的醋吧？老板娘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没事没事。刚才下手太重了 ，sorry。哎，不要一直偷看哦，妈妈。恋爱不是有超强的大脑就可以学会的东西？那你那么无脑，更嫁不出去啊。你，我压死你！为了孩子的幸福，我帮你们把门关上。我们必须在。假把劲，不要紧张哈，麻将神大慈大悲，一定会为大家消灾解厄啊！哦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麻雀神来显灵了。好，来来来，麻雀神表示放心，二神表示真命天女就在身边，一定是真命天女。干嘛啦？是没看过。呸！我又不是未成年。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有够像哎，明明就最了解彼此，可是每次都因为那个最小的事情在那边吵架。我就会只想你说有你在的就是。
爱就会必要全美好的消失。你们两个刚刚抱那么紧，该不会又喜欢上对方了？什么用？哪有？还来哟，给我还来！我可以吹 sexy 风。13、14。王先生，来运动啊！501、502。1、2、3，Go！ 有没有啊？很性感。有些住户啊，就喜欢来这边翻人家的垃圾。哦，最近那个膝盖好酸痛啊。Hello。我只是来看房子。我们会好好对你的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总干事刘碧雪，不要骂我，你骂我就会。流鼻血。你跟佩佩是不是一直喜欢对方？没事，惊吓最奇葩的社区喜剧，门当户对爱上你。